了本无上，对。他这是有生到有死哦。头前迄句是讲有生死时代，有生到有死哦。你惊无常，无常是所在哦。但是后壁面来做这个讲，何不退出无生了无常呢？即喜欢听人讲，喜欢靠边讲呾，退避无生了本无常。所以这当中，咱就当记着，头前迄书上书嘛安尼讲，海量上书嘛讲迄个意义。到家境应该上书伊嘛安尼回答，对吧？所以你来看，过去一年只时常来讲一句话，先生嘛时常来讲咧，大地入面，开悟心性的上书，开悟心性的这个见性者。头一句就讲生死时代无常心说，已经就是生死啊，对吧？唔拄好我伫生死学的过程中，我还未达到功果圆满的时阵，我还未达到超生了死时阵，无常哪来？一旦无常嘛，就比较会惊。所以讲生死时代无常心说，啊，佫有就是生死。唔过一经过，若做看一过，何不退出无生了无常？是，反讲退避无生了本无常。就是本来就无生死啦，那既然无就是生死，那安尼无常有来到无来，差唔多关系，对无？也无紧较慢啦。生甲死是同一回事啊。所以修行学道，那有法度啦，那会当讲上生甲死同一回事。那安尼无常，就是变来长得较方便。咱这个是一种生死动作两回事哦。生死是动作事，所以阮嘛讲一句话，较等日头前来做旁边嘛讲哦，生死一大事一年尔，对无？生死一大事一年。安尼多差安尼尔，开悟心性甲见性拢无多差安尼尔，咱就是因为从心术动作两回事，所以伫遮咧生死轮回，咱若有法当开悟到讲生死是一大事尔，生甲死都一样，啊若安尼无常定是要来贪咱到关尔，还是安尼？开始怎么样？所以咱进的是安尼，所以从迄个以恶为师吼，还有避义为师就好。啊，所以说是和他们在咱进前物价，我怎样报个讲差距一点？咱迄个点头来讲，生死就是两回事嘛。所以咱唔在底下论论生死，论论各个。如果咱来当种生死当作是一回事尔，就是一代事经验，那安尼无常，常在闹翻，生甲死都一样，伫遮甲无伫遮嘛是同款，因为这个是假的，咱会晓讲这个是假的，对无？啊，这个有滴的甲无滴的都一样，我爱是爱迄个而已尔。啊，咱就是因为拢有这个，所以从迄个甲迄个当作两回事，生死两回事。生是啥物咧？生，生就是这个咧生。啊，死呢？死就是这个咧死，对吧？对，这两这件事。生是迄个来咧生，对吧？死的时阵是这个死，唔过迄个倒转，两回事。所以唔只就头前甲讲，色心甲法心，那做直接问迄个讲，色心我，伊就法心，色心我，色心甲法心两个，其实法心甲色心那做一个，就一回事。所以咱兄弟姊妹来讲，下底只落地生死，就是因为将生死当作两回事。所以唔只落地叫生死对抗。
你修行学道者，过去性命先分就是从啥？就是从生死当作一大事，一项命。生嘛是伫遮，死嘛是伫遮，绝对无离开了迄、那个。生嘛是迄、那个。一只，死去嘛是迄个一只，这个无命。啊，你这个本来就无个啊，这个是父亲母亲生来的，所以唔只讲叫做有，对无？啊，若抱回去后，这个会归无，差不多。父亲母亲那个可能性是两分之四，嘛是无。所以就更多差一点啊。所以呢，才讲呢，体既无生，了本无数。在迄个当中呢，当作才讲如是如是。体既无生，了本无数。既然都无生，自然就无死嘛。那无生嘛，叫做超生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了本无数，本来就无啊。所以呢，人讲一了百了，咱人啊死了，讲一了百了，一项也无，什么拢总无，对一项无，这个无，这个也无，什么通通没有，这个也无，什么通通没有，对吧？但是迄个有无？迄个有诶，迄个有诶，迄个有存在。所以呢，在讲啥？如是如是，啊，迄、那个如是如是呢，可能咱大家听有啦吼。所以天格通古规矩咧办，在这个当中呢，天格上师，甲深深去体会讲，难怪，迄个啥？伊参天七上师两个讲，迄、那个古当当中出现拢暗合诸作，拢有暗合着了过去圣贤仙佛、诸佛菩萨因个心声寄来。那你讲说，伊这个道地参伊讲到讲甲会当契合诸宗，契合过去的诸佛菩萨啦，何况讲伊是现即上师的开悟的因素。所以遮呢，伊唔只讲呢，恐怖危机咧办，就讲真正足注重了伊对你了达做迄个参拜的礼节，足啥足重要，唔是清清菜菜。像你讲在到登山之功，对无？迄是方便礼呢。若真正讲咱咧围棋咧摆，就真正爱用大礼。所以围棋咧摆，讲真正用大礼，用大礼。为什么爱用大礼？真正的名师啊，到咱就不用大礼。所以唔只讲师徒，个是二拜了后就要走啊，一下两下要走，咧输就讲。一样尔嘛，因为啥？啊，你师傅你才对答尔。咱甲看，是虽然是文字上对答，唔过嘛是真正实法印证。而且若要甲讲，也无也无亲像讲亲像五祖讲迄个三界实法啦，对无？伊只无个只讲讲个尔，用啥？以心还心。啊，以心还心，就单单个误个尔。好像就讲先出处，再不求先上。那何不退出无心，要无受咯？退地无心，要不无受。以上，所以师道的对答当中，已经去体会到自性本体啊。啊，你都有去体会，讲一块，啊，你都有去体会到，你就知影，对无？所以呢，才讲呢，师如个性，迄阵也叫做观太说哦。你得咪安尼，敢咪上去？来讲两句，我来要先走，对吧？刚才讲就是安尼，就要先走啊。啊，所以咧当中呢，现甲上师在讲本自非动，起有所动。本自无动，对一个无动，自性无动。因呐，自性都无有来，甲无来啊，有去甲无去啊，无啊。本来就是存在伫这个虚空的所在。所以呢，本自非动，所以起有所动，那有外境，所以也是
这上午有时吼，真正讲思考对头当中，所以有时为甚物人过去一寡情人节咧，甲咱开始讲，有如果咱若咧看经书，愈看愈爱看的时阵，就是已经契合了。咱若真正咧看经，看到咧看愈看愈爱看的时阵，就是已经契合。刚才讲讲，伊同迄本经的祖师嘛有契合。所以咱可能过去也都捌听讲，哦，迄看经，看到讲迄个祖师会来，有影无？有影，恁嘛不参小情分。迄看经看到有兴趣，只要讲师徒有缘的时阵，参祖师缘真正会来，会变超好看的，毋是无呢？只是咱可能较无迄个胃口呢。所以呢，我再讲本住为道，譬如说，书法随地为道，对吧？较早是。进前来是迄个天国上师在讲一寡唔捌的话，先速速拜，不相信受。即摆伊吼，换要转去啊，才讲吼，迄个棍子挥刀，譬如说，你讲有诶上位时阵，大作就劈劈随地挥刀，下知影你有听到无听到，早知影你要转来，要转去，对无？必先换大作咧，唔捌人对人开一条路，对无？所以伫遮呢，才讲人家自心分别。天甲上师再来来做讲，人家自心无错，咱也是，迄是伊的书呢，是伊加印证呢。伊搁会，伊搁甲讲了，人家自心无错，咱来甲想，当时的师道，迄、那个默契有偌好？哎，若咱真哦，你讲无尊重我师是师不尊重我这人家。有影，有影，真个啊！有时啊，但是咱较早规过去个书都袂遮尔啊有默契，遮尔啊有默契。所以书伊就来做讲，你心得无心之意，人家自心分别。现出上书呢，现甲上书再甲来做讲呢，人家自心分别。你家己生了迄个分别心，讲我要转去尔，其实我个心在哪里遮？我也无走，对无？你就生迄个分别心，讲我要欲走。对，所以这呢，老早讲，你心得无心时，你已经真正得到了什么叫做无心的这个意义？什么叫做无心的意义？所以才讲无心起有意。你看先，你已经得到真正所谓什么叫做无心的意义啊？唔过，现在上主在咧讲哦，无心有意，参生受苦的啊，安那以后啊，对。心得了迄个无心，你已经完全去了解着什么叫做无心的意思咯。那安尼，现在上师在讲，参迄个无心，嘛都袂使生。确实咧，确实，那做拢是咧搞，拢是咧搞多疑破相。今仔日伫遮去哦，现在上师搞破相。但是，敢是那做生迄个相？咱嘛甲看有对㖏，虽然物理上咱咧看是敢若对，似有非有，对无？但是呢，其实是无哦。迄是啥？迄是为了六祖要真正证明讲，现甲上师真正体会到啥物叫做无心的这个意义。所以人家安尼甲讲，人家安尼讲，所以人家迄个六祖才讲，无义随当分别。无义随当分别，若无迄个意思，若无迄个意义，伊总管就讲：，什么人要来分别？讲你是有迄种的意义，哎，无迄种的含义，哎，是你真正去体会到什么叫做无限意义？什么人要了解？什么人要来分别？什么人分别？敢有？敢有人分别？所以才分别意义，老分的分，生出来了。所以咱个主要是嘛，所以是师道契机回到上古的所在。所以而且呢，读作讲现在逍遥一宿，就讲呢，请人家上古呢，挂遐挂一暝，挂一暝就得到了印证，其实有大无？有，所以才讲时为一宿啊，挂一暝。师徒讲两句话尔，安尼要转去，无转去，讲安尼过遐带落头一面，啊看偌好，啊未带就开悟啊，
啊，未大就开眼，毋是大就开眼，啊，未大就开眼，啊，未大就开。为甚物他爱去带迄个？咱甲想一下，师徒对答尔，伫即个文字上直接对答尔，如是如是，无毋对，伊所体会无毋对。毋过重点伫迄个形式上个印证还袂对。我无头前说过吼，为因王以后无师自通，就是天人合道。迄、那个一字中央非万法的超人，也未印证着啦，所以毋才讲过老前面大遐啦，老前面大遐有意思个，对无？老前面大遐有意思个呢，啊无你遐直接等下就讲讲个尔，有影你换了对毋对？对，对无？迄个上次换了对，毋过都也未得着了印证个，所以毋才讲过老前面。那日本来迄间小厝嘛，毋知影讲着爱印证啊，对无？毋知讲着爱去点迄个啊，对毋对？伊嘛毋知啊。伊是啥？伊也无当做书，啊也无想做书的方面咧，只是因伊开悟心性，而看为目的经有法度人去体悟到迄个心，迄个即个心中而已啊。但是伊毋知讲一定爱去想迄个印证。为甚物爱是印证？后日啊，每个多一摆。今仔日咱若想学到，咱有法度通真正无师自通，咱嘛会当去尔，只是去到遐才决定来尔。伫遮现用现去尔，啊，无伫遮无去尔遐，就是哎，就少无共尔。所以有无，咱过去当时，先去甲咱做毕业，无得着印证，去到遐嘛爱受先去印证，新人印证，爱受老师印证。有得到迄个开悟心情啊，去到遐来是老师印证。所以呐，迄个唔知我叫做啥行义下的印证。但是呢，重点就是伫咱修持真正真修行，迄个叫做行义上的印证。所以迄唔知叫做自修自悟，迄唔知叫做自修自悟。而咧修书一字，迄个迄叫做白时书道啦。啊，所以悟了爱自度，所以点着了后悟了爱自度，啊，迄个自度就啥，就是爱自行实践，一定爱安尼啊。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呢，当然这个，伫这三段呢，头啊是经书小书咧讲论事，当何所论，即不落解决。二呢，法量小书咧讲说事，并不即不着。你讲物件，教界应该严格实施，什么都没有。对事、对物、教界，无。所以呢，老人家讲，咱会当去个联想，做一个体会。修行学到这，爱做什么事？做善事，对吧？二呢，安那不执一。物有法当达到心性解脱，还是安尼？综合所有的公事，所以咱应该做善事。二呢，物执着了物，因啊，说事亦物执不着，所以心中绝对袂使执着了任何一切的物，所有物件啊，叫做善物。迄个物毋是物件。心物，这个心物就包含作法，包含作法，心中的意念，一切念境界，所有一切的念，迄种叫做物。二呢，有法度达到心性，通达出来叫做空，落入到两个境界，幻灭本体，所以这三个拄啊好是书。物教通达，都要在讲咱的心性，自性无形无体，应该应该相信。咱的心爱空而无物，所以就在讲快乐常思的所事并不接不掉。而这个心本身就是在作任何之事做善事，
咱咧较是有离开三项目，诚信心没有。所以这三个，我咧讲是信、心、信三者一样。啊，若有咧较是，为甚物拄好伫即个即段合并三个？啊，三个拢讲无个哦。头前迄事大对条拢无事，拢有心中的意念，大大这三个心中的意念没有意念，是开悟的现象。所以应该上师拢讲空，拢讲无的物件叫做心，无形无相。可以用上师咧讲心叫做物，所以说事根本就不叫心爱空。平时上师咧讲当何所不爱做圣事，所以才会到为了开去赞成。重点拄好伫这三项尔，这是佛法甲咱报告，啊，佛法的感受。对了，对甲唔对呢？这咱甲大家呢？加上咱的智慧呢，去甲做一款即个体会，或者我甲咱报告到遮。啊，当然呢，咱在即厝呢，因为今仔日人员也无介济，啊，要饮呢，可能饮着也无一定有人食，干要饮？要饮无？过年就要饮无？看咱咧剩一节落啦。剩一段。我今仔日若要喝啦，嘛是会使喝啦。要喝嘛，使喝啦。啊，落三段，啊落要做一个讲也会使，啊要分段讲嘛会使。因为到这互我问，其实这三段若做一个讲，就是咧讲咱的遐物件。对无？当何所不咧讲事，就是咱咧修行，咧讲清楚嘛。对无，说是因为这不断在讲心灵，个心爱空啊，二在讲咱心啊，所以三者是心心的物件，所以两个人无有意味啊。啊，咱呐，哎，特别贵，我明天无来，敢会来？唔知啊。啊，你着叫，啊，你叫伊下届。啊，甲大家拢。